们分享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好，我是杰基啊，今年47岁了，可以说今天是中冠制了。经常一路以来是人家在讲这个见证的时候是我在听哦，想不到今天是我自己讲见证。好了，我是在4个月前啊，其实我本身是一路以来皮肤不是很好，所以其实在18岁到20多岁的时候，我已经中过一次的皮肤病很严重，就好像它深一层好像癣样子了。前身人家说什么说的那个阿基玛咯，啊湿疹啊，所以在10多20岁的时候，我已经面临这个问题，我就经过了很多的医疗了，西医中医全部都看到完，可是毕竟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咯，所以只有一个方法，到最后我做到的就是我吃了1年的素，就是肉边菜还是全素啊，有好转吗？就是1年过后就好转了。直接断根了，断根到今天的今年的4月前啊，就是应该是大概是在7、8月左右了，所以就皮肤开始爆发了。同样的故事，重新开始，一样爆发，说很严重，重到全身了、就是全身很严重那一种了。应该你们这里面有听看过我的那个照片呢、很严重，所以哇，很惭愧啊，要面临这种问题回来，所以真的是很惭愧，就觉得说很辛苦，觉得说我开始要面临这个问题，所以我就之前我有这个症状了，所以我有这种经验呢、是尽量去尝试吃一些比较清淡的东西咯，可是医疗当中还是不能解决，中医也是看的。就是过后有一天，我就去一个因为我是做车行的嘛，我去那个有一个喷气佬啊，他看到我的皮肤，他就讲说，哇，你的皮肤这么严重啊！我说来，我带你去隔壁。我说隔壁谁哦？我说隔壁是卖那个鱼的，那些小鱼啊，全部的那个 shop 啊，那个鱼的 shop， 他讲说他们说喝这个水很好哦，不过之前他介绍我的是蚵子水，蚵子水不是富清水，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研究，我就从那个蚵子水研究到我的朋友另外一个，他做这一个公司是叫AAA 富清水，他这是共整的啦，所以我就开始在研究，跟我的太太研究了一阵，过了2个星期，就是我的太太的朋友他介绍书生给我认识咯，就是当晚我们就去再了解多一家，就是今天我们所喝的安康水啦，所以我觉得它的分别就是说安康比较方便，不需要用一些时间去共振哦，直接可以这么容易这样 fresh， 又经过这么天然，不用经过那些电解经过那些共振又经过插电的那种，经过电疗那些所以我觉得很方便咯，所以我就没有想那么多了，当天晚上就跟书生签了一架。那喝了多久？就在11月16号开始喝咯，喝了差不多第7天第8天，我就跟我太太讲，我说糟糕了，我说我的皮肤更加的严重，哇，就是爆发的那一种，说哇，我就很担忧我说惨了，怎样好啊？鸡都买了，照喝了，要爆这个一次过给他爆喽。那时候当天晚上，我是跟我太太在 KL， 因为我是坐车业的，然后我去 KL 拿车，回来了过后，过了2天，我跟我太太讲，好像有些好转喽。身体开始退了，脚也开始退了，所以从那个时刻我就开始慢慢去在研究了，自己在研究当中，我就觉得说我开始退了，很开心啊。就在25号当天，就是他们所拍到的照片我的脸从很红之前红到那些一般在我的这个forehead这边显很严重的，就是很干的。有时你
稍微抓他一点吧，就流血了，很辛苦。所以就在25号推到差不多了，差不多整70%这样子了。所以到今天，我的脸他开始发现到慢慢一些诱惑了，所以很感恩呐、啊，因为有时讲回去这些问题发生在我们的、啊、这些病患者啦、啊，是说有时是我们的福报了。哦，老实讲，所以我很感恩素神能介绍我这家机，哦，很感恩安康公司啊，能代表我们啊恢复健康，哦，还原回我们原本的啊一个健康的症状了、啊，很开心，哦，所以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啊，太好了，真的掌声鼓励我们。